为应对下一波疫情，政府总结经验，按张弛有道的策略调整抗疫措施。一、严防输入，入境人士需接受强制检疫14日，豁免检疫人士需接受病毒检测。二、加强病毒检测，增加普通科门诊派发样本包，并恒常化特定群组检测。三、追踪密切接触者，设立内部资讯平台，加快追踪工作。四、增加检疫同隔离设施，加建检疫中心单位同医管局治疗设施。五、实施社交距离措施，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，尽量维持适度社交同经济活动，并加强巡查同检控工作。六、双管齐下采购疫苗，参与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同向制造商采购疫苗。要打赢呢场防疫战，单靠政府措施并唔足够，更重要是市民同心抗疫。